那么杜鸿泰少案台南来，容易发生拖出来的南化区，市政府马上就进行了民众撤离的安置作业，包括南化的关山、玉山里面，拢被安置到玉山里的活动中心。台市长八月二十九号第一个行程，就安排先来关心大家。当时了，昨天晚上。真的啊，唔困在家。对。啊，那我刚刚上面不方便。没有，都很方便。哦，啊，从台南来是爱走啦，爱落来啦。都在家，看刚刚上面不方便无？不在家啊？没啦，您对阮真照顾，阮在感恩啦。感恩您啦，感恩您靠背心，感恩。风太要来，你搁穿得少哦，哈哈哈，啊，搁穿三百港的嘞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三个住厝的嘛，敢是？无啊，拢住在遮啊，哈。我三个住在遮嘞。住在拢遮啦，住在遮。我们昨天睡这里呀。哦，睡这里啦，哈。对。啊，睡得好不好？啊，你三个拢住。好。谢谢市长关怀。好好好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三个住遮习惯啦，哈。够棒，遮够棒。无啦，遮无棒啦。无棒吼。基本上南华都无放，还是遮无放。到三尾也无放。一一来含住伫个遮个民众拍招呼，问看卖大家住伫遮敢有方便无？赖市长个关心，是予大家拢感觉真担心。所以咱台南人吼，对洪泰员工是又搁爱，啊又搁惊啦，哦。所以咱即款今年个时阵，立春时阵，哦。我就来到南华吼，咱土地嘛到位来参拜呢。三十七个行政区大庙我拢去拜，祈求吼天龙伯啊，立为众神保庇吼，会当风调雨顺吼，安尼予大家安尼安居乐业。啊，唔知是毋是参拜，结果咱唔知啦吼。至少进前十个风台咱拢闪不过嘛吼。啊，即摆第十一地吼，可能早讲咱无水袂用的啊啦吼。离开厝内面来住伫个活动中心，生活上所带来的不方便，赖市长是感受会到。所以赖市长除了向大家来抱歉，嘛来讲，这是政府为了生命安全不得不采取的措施。他尔早伫早昏就叫大家来到遮，最主要是真正，头拄我科长所讲的，咱救灾不如防灾啦。你若讲咱一般的市民或咱的百姓。平时拢无咧做防灾工课，也是政府拢无做防灾工课。当哦风灾来的时阵，要救灾就真困难。这救灾不如防灾啦。但是你若防灾的时阵，不如讲吼避灾啦。知影伊要来的时阵，无咱闪伊，吼咱闪伊。咱莫甲风灾吼伫遐拼了就对啦吼，也莫甲天公伯啊安尼伫遐过不去啊。咱知影风灾来真大，啊咱若知影伊会拖石流落过来。咱不如提早离开啊！睡袋，睡袋那么高，有睡袋啊，还有那个睡垫。哦，好，安尼就真好洗啊。你小朋友吃多啊？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安尼真好。从现在看到现场所准备的大梁、矿泉水、睡袋等等，伫个离开之前，赖市长是叮咛大家，千万要等候风台过去了后才回去，安全一定要顾好势。